来吧，我们来看可以绕几圈。今天才第三堂课，稳定度真的很好，深深的体格真的比较壮硕一点，所以他在骑乘的时候的练习啊，而且他本身是有在做代驾，那他代驾之外，哦，就是没有代驾的时候，他都变成用走的。所以他这一阵子脚力是很厉害的，赞哦！一圈一圈，第二圈。第三圈，第四圈，稳定度不错。第五圈，第六圈。第七圈，第八圈，不要伤到我！第九圈，哥哥有没有很厉害？他是你的学生哦。对呀、我们会一整套戏，这是你的吗？对啊，要邀你过来。第十圈，哎、欸，心理素质不错哎、欸。我告诉，我会一个特技，我做给你看。